知道如何接待年月，于是这就请天上的玉皇大帝帮忙。玉皇大帝想了很久，最后决定举行渡河比赛，选出前十二种动物来当做年份的命名。消息一传出，森林里所有的动物各个摩拳擦掌，希望自己能挤进前十二名。我是昂首挺胸的小花猪。